Hello 社长，认真来了。年后本来就会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哎，怎么讲？那你去加买那个好了，合照卷。好吧，哎，不可以这样子。No，Hello 小兰，盛世是什么意思？快，谁去填个？填一下，快点，填一下就结束了，结束它，各位，我们结束它，我们就可以放松了，对不对 ？Hello，Hello， 大家，晚安。忘记画眼线了，等我一下。什么转推？不可以转推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不要指望我的眉笔能画出来好了。合照不错，但是要加买十位合照。好哦，什么推？哎，够了，你们这些人，好了，你们很棒。今天随便你们说。等我，好像有点太突兀哎。啊，豆，对，我还在花莲，原本今天应该会在台北直播，但是呢，我们就是有一些很麻烦的事情，所以也不是啦，就是我们租车嘛，租不到车，所以决定开花莲的车，明天回去。就是一个 BB 很麻烦的节奏，因为 BB 就是他坐车很不安分，所以没办法带他坐火车什么的。有你哦，啊你我你来接我们这样是不是？我会后悔。好，那你们别说了，这太可惜。张咪咪把那两块鸡块自己吃掉了。哦，我以为他吃了炸鸡，还好啊，是鸡块。Hello 黑流星 ，Hello 燕子 ，Hello 大家，欢迎来到雨林的直播间。Hello， 关在笼子里面，对，吠个不停。我要跟你们分享一次，就是有一次之前的时候，带 BB 坐区间车，我们要回台北，然后呢，这样子比较好吗？然后呢，就他就在车上一直叫，结果我们对面那个人他就发飙，可是其实我们就只是因为 BB 一直叫而已，但是我们都要把他关在笼子里什么，所以我们其实。就是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然后反正就对面那个一个爸爸他就发飙，然后他说他就讲超难听，他说你家的狗在叫，我就讲什么的那种，然后就第一次遇到这种东西，所以我们再也不带他坐火车了，抛弃咪咪不带对吧？好好保留他不。大健先生，我指望你了哦，指望你了哦。对啊，就是，然后那个我们还好，我们遇到那个很好的列车长，然后他就帮我们说话，因为其实我们就是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就是我们都有，等一下，这个为什么在里面？都有把它放在笼子里面，所以他们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这样，然后他就说。你如果不能接受的话，就你下车了。就哇，帅爆了。Hello， 笑笑。哎，我的须须到底是怎样？为什么今天看起来头很大？
跟你们说，今天是个开心的一天，我们刚刚去 shopping 了，但是太晚出门了，因为我没有预料到我的婆婆会带我出去 shopping， 所以呢，我们太晚出门了，但还是很开心，因为我买了新鞋子，还有新裤子在这里，新的裤子。什么？你有大头？花莲原版啊，花莲也只有原版可以去 shopping 了，不然叫菜市场。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花莲，花莲，就是这么一个可爱的地方。哦，有了，还是可以去那种什么大雨街这些地方，但是我不太常去那一逛，因为那里很容易遇到我之前的同学，所以我会害羞。花莲天气好吗？还不错啊，买时装。但其实我平常不逛百货公司，你就知道我很喜欢便宜的东西，所以通常去百货公司就是哦看看这样。但是今天有婆婆，所以就开心。对，原版现在很多东西，然后有什么 ABC Mart， 有什么 H&M， 没什么，对，没什么好逛。但还是买了东西，我要跟你们分享我的鞋子吗？想看吗？想看吗？很奇怪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在直播上面跟你们分享鞋子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？对，只有三层楼，而且超小，呵呵，很好笑。什么知名品牌？鲁宾特。想看吗？想看吗？可是呢，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其实。就是不是什么特别的鞋子，是这个牌子，兔子的。新年第一双鞋就是它。原本有一个在挑一个，配色，底色是白色，但是旁边有什么红色、蓝色条纹的那种。然后呢，我就犹豫了一下，但是好像还是这个比较配平常的穿搭，我觉得练舞鞋就是随便都可以穿。然后为什么会变花花公子？什么意思？臭臭，对，现在臭臭的，因为它有一个塑胶味，它有一个塑胶味。Hello 熊熊 ，Hello 嘞。哦，是啊，为什么？哦，他叫 Playboy。哦，哦，是一本这个不是我的脚味，我还没穿过，我怎么会有我的脚味？请问，对，你们之后可能会很常看到他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这个鞋子很棒的一个点是它超级高哎，它真很高哎，真这么高哎，这样子哎，哇，超棒的，要穿来看，要看了。真的有一个塑胶味，也差点买，很好哎，很棒，就是我很喜欢那种有增高，我跟你讲。我其实不太能穿那种叫什么 C 康什么的那个帆布鞋，因为它太平了，你知道吗？它就是我不知道，我穿，反正我穿那个鞋子我会脚痛，我也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怎样，反正就是我穿那个鞋子会脚痛，然后只要没有增高或者是它太平，我就会脚痛，所以我都喜欢那种增高鞋。我要怎么给你们看？怎么给你们看？我的姿势好丑，很好看，踩你，好，布什么布偶？不要截图了，再加增高，对，我有想要再加增高鞋垫，可是再加增高鞋垫，我应该脚就会跑出来。
对，我忘记怎么念 ，converse 哦，是吗？谢谢泪的比心 ，Hello 西恩，之前没有，这是新的啊，怎么可能拿回来？我去买有牌子的，然后结果拿人家试穿过的是这样，没有，这是新的，变多高哦？三公分吗？三公分吧，这样五公分呢、啊？不是三公，随便、啊，差不多了，反正这样子，很棒，开心，五到七、啊，一个指头两公分，一个指头，你说？这样子一个指头两公分啊，是、哦、这么多吗？好，五公分，对，很开心。一根手指两公分，什么意思？这样子两公分，不是吧？一根手指两公分是什么意思？不是一节的意思啊。这样子，什么意思？你不要欺负我数学不好好吗？哦，粗度，那讲啊，你要讲粗度。这样子两公分了、啊。随便了，反正他就增高，我很开心，我很喜欢他的增高。不会穿上去就快比你高好吗？没有那么夸张。跟他们哦，好，对不起，没有那么夸张。哎，我们还真的还看到一双，它的增高是这样吧，这么高跟鞋，可是它是那种就是外增高，然后又有内增高，然后就整个鞋是这样的那种型，知道吗？很好笑。猪肚怎么还？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但是那一双感觉就是走路会扭到，而且如果要穿那种的话，我直接穿高跟鞋出门就好，我干嘛要穿那种鞋出门？所以我就放弃那一双。很棒，增高，开心，先放着。你们可能下一次见送就会看到我穿这双鞋出去。I'm so happy。感觉不好走，对啊。谢谢米酒，运动鞋才好看，没有他的那双，反正我觉得还好。然后这个裤子是在 H&M 买的，这个裤子很宽哎、欸，看到吗？最近喜欢宽宽的裤子，就是在家里穿很舒服。什么跟他晒？你为什么说人家跟他晒？为什么？什么意思 ？Hello 鱼萍，低于零脚啊，看可以哦，可能就是那场，我已经想好了。袜子好黑，它本来就是黑的。Hello 阿翔，晚安。睡裤吗？对。而且我们今天很好笑，我们今天、啊、婆婆陪我去逛街嘛，然后跟我妈咪一起，然后呢，我们去 H&M 里面，我拿了很多件衣服，就是有什么小洋装，然后有那种短版到这里的那种，然后有这样子领子的那种，就是我平常比较不会穿的那种衣服，然后反正我就想说，我应该找一些比较不是那么休闲的衣服嘛。结果我就拿了很多件进去试穿之后，出来我婆婆问说：“哎，所以你要哪几件呢？”然后我这样看了一下，我讲然后我就拿了这个裤子给她，我说这件，她说啊，你其他不要吗？因为她很傻眼，她觉得我拿了一件最普通的，就是平常也买得到的裤子，然后跟她讲说我要这件，我说对，我要这一件，露肚装，我可以露这一节，我不喜欢露到肚脐，因为我肚脐旁边有一颗痣。
小洋葱，怎样啦？过年吃胖了吗？还没量体重，应该差不了多少。宽裤舒服只是我，哦，就是练舞的时候会穿这样。对，开心。哎，然后我还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，就是啊，我不是上一次直播我跟你们分享了那个很好吃的玉米蛋饼吗？我跟你们说，他换人了，就是好像换了一个，就是店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位置，但是他换人了，然后那个玉米蛋饼就不是我要的玉米蛋饼，很伤心。我上次前昨天吧，对，昨天，然后我就很开心，因为我昨天把我妈把我表弟送去坐火车嘛，然后早上我就也很早起来，然后我就说好，我今天一定要去吃那个玉米蛋饼，因为我很想念他，知道吗？结果呢，我们就到了那里，我想第一眼一看，怎么那个煮的人不是之前那个姐姐？后来想没关系，应该是同一个，然后结果我们去点餐之后就发现，啊，完全没有之前知道的那个做蛋饼很好吃的那个姐姐，就天哪，不会换人了吧，什么意思？然后但是就是东西什么都一样，然后盘子换了，啊，盘子不是重点，反正就是我以为还是一样，结果一来我就失望了。不对不对，完全不对，什么鱼鳞盘吓跑，什么意思？只是草莓酱 ，Hello 草莓酱，还好没有虫害，什么被我吃过就倒，不是啊，我很伤心哎，味道变了啦，大变，不是那个大变，大转变，只有。现在花莲好吃的早餐店可能就只有时光旅人了。有啦，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好吃的早餐店，只是我就会推荐你们去吃的就只剩时光旅人。So sad。有三人才肉吗？不要问这种奇怪的问题，那个是每天都不断在变化。没有啦。反正就是，哎，没有玉米蛋饼了。吃过的蛋饼就很好吃啊，是这样子的吗？好哦，你喜欢就好了。草莓酱没有比较好，好吗？草莓酱。谢谢点的幸运四叶草。Hello， 本丸梅子。哼，很伤心呢。最近有看电影吗？看了一点点的《饥饿游戏》。没有，其实那个只是我的姨丈他们在看，然后我就跟着看了一点点，可是根本没看懂他们到底在演什么。就是没头没尾的不知道在干嘛，然后还有什么金刚什么之类的东西。没有看电影，没有认真看。麻烦哎，什么东西？又甜又咸的云蛋饼，什么东西？哈 ，Hello 玄阳，什么金刚芭比？不是好不好？等阿里的电影，对啊，等他啊。蛮期待的，对吧？柏林啊，金刚芭比。谢谢黑流星的告白气球。电视版的电影，对，这么有这么快拍好吗？没有那么快啊。所以才说等他。脚头的，跟当脚头的朋友去看。当脚头是什么意思？脚头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金刚是周家宇，他是星星，
星星跟金刚一样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差不多。就算他拍好了，也不可能那么快啊。Sparky， 真的真，是一样的。还有什么要分享的？我最想跟你们分享的就是那个玉米蛋饼不一样。你们有什么推荐的早餐店吗？台北之类的。哎，我要推荐你们一个台北很好吃的车轮饼。我跟你们说过吗？忘记了，再说一次好了。在那个捷运，景安跟南势角的交叉，就是从南势角走出来，景安走出来，然后会碰到的那个点，那里有一家车轮饼，可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它好像没有名字，在一个自助洗衣店前面摆的一个小摊子。 Oh my god， 它的车轮饼超好吃，超级好吃，它是我现在吃过最好吃的车轮饼。车轮饼跟红豆饼有没有一样？有一样啊，是一样的东西啊，只是就是一样啊，都可以用来求婚了。什么意思？多少钱车轮饼？妈咪，那个车轮饼多少钱啊？一个15块。可是它真的很好吃，真的不能比。它这样子这么大个呢，这么大吧，有这么大吧，应该有这么大，忘记了。反正它的那个奶油，吃奶油口味，奶油口味超级无敌霹雳好吃，大腿。啊，综合板叫板，不是。我来看一下地址。哎，对，我拿来，没有放音乐，等我一下。我来看一下，这里没有地图，就这个。去吃吃看，可以。在等一下，我们先去台北，然后中和、永和区，在这里。等一下哦。南山路，是这个吗？应该在南山路164号附近，反正就是南山路这条街上，164号的隔壁吧。对，164号是一个美发沙龙。Hair salon， 他在一个那个自助洗衣的门口。对，他在自助洗衣的门口，反正就是一个小小摊子。SYM， 你不要。对，反正就是很好吃，真的，它的奶油口味哦，超好吃。其他口味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吃其他口味，我吃超人饼只吃奶油口味的，超好吃。它的奶油不是一般的那种奶油的味道。播音乐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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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我。知道，他们刚刚说了，开心，谢谢你们。换背景没有啊？跟前两天是一样的。这个是花莲。Like a crazy crazy.
明天超这么行动派的，是不是很棒哦？可是我不知道他几点开，他有可能没有开，不知道。他不太，好像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吧，不知道，不太确定。对啊，还在花莲，路边摊，对。明天休假可以哦。应该走景安站会比较近。雨林是花莲，对啊，对啊。你有说到做到，哎，你刚刚有填吗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到十一点没有？今天好吧，因为玩瘦了，所以开久一点。什么鬼？我原本想说开一个小时，因为明天要早起。但是呢，开一个半好了，到十点，十点。没有十一点呐，什么的。Hello Vivian， 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贴的不是你的意思 ，OK。雨林是原住民，不是啊，不是啊。第一次进来就觉得我不是原住民，可是很常被说是原住民，因为我比较黑嘛，好像不是这样子讲。比台北稳，可能因为这里没有什么人在开直播。怎么变瘦了？什么？你不要害我开心一下好不好？虽然这个好像也不是事实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。嗯？咦？什么原著？哎，你朋友是花莲人，真的？今天很像素颜吗？我今天有画睫毛哎、欸，今天不是素颜，今天腮红画很重，刚刚不小心画太重，还画了眼线。可是我没有擦卧蚕，为什么我的卧蚕亮亮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强迫哎，才不是这样子的、欸，脸变小了，没有啦。画好笑吗，大姐？好笑吗？叮当叮当！有开瘦脸吗？没有，今天没有。嘿，脸上的痣会很在意吗？我已经有点习惯它了，可是这个有点奇怪。就是这样子没有，其实还不错。这个啦，我不喜欢它。这样，吃烤过年吃烤肉吗？没有啊，我连中秋节都没有吃烤肉，过年怎么吃烤肉？没找你去诗雨那边吃，没有哎、欸，爱吃子。还没回到台北，对啊，还没回到台北，明天回去。想吃烤鸭，来来来来花莲，快点，来花莲带你吃好吃的烤鸭，还可以预购，对。可以，我也要带一份。哎，是给妈妈的。那那那那，已经变好看了。这么突然的一个夸奖，来呀、啊！我以为你在那，不是啊，还是去点痣，这个也很讨厌，也但是我已经习惯它了，
我有太多痣了，我如果要点痣的话可能要点很多，这里也有一个。可是我喜欢他，我唯一不嫌弃的痣是他，好像蛮多人会故意要点这颗痣，所以我很喜欢他。泪痣，对啊，葱花莲的话能不能帮你带一份给你？你要先预定哦，他们的烤鸭很长，很容易就卖完了。美玲也不会买，对啊，其实就是也是有些人的痣是很有特色的嘛，好好吃，很好吃，真的好吃，真的超好吃。这样子，这样子。你帮忙带布布吗？显得很可爱。有的时候我也会故意把它点的比较大一点，点的比较黑一点，不是比较大。你们记起了我的化妆意志？不是，我们来玩这颗痣。有时候我画比较浓一点的妆，我会点这一颗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画浓一点的妆的时候，我会点它。其实没有什么意义，就是想点的时候就点。用遮瑕能遮盖吗？不太行，因为字太黑了。就是你就知道我连那个黑眼圈都没有遮得很好，怎么可能把字遮掉呢？知不知道？就是这样。自然就是美，对，但也不能太自然，还是要画一下。胎记，胎记在这里。然后每次明明就认识我的人，还会你这里受伤了、啊，胎记。我妈说这是她认我的标志，直接点出来就对，也不用特意去点它了，就是遮不住就遮不住，但是不会刻意去遮它。我觉得痣不好遮耶，其实，因为痣真的太黑了，要尝试一下吗？反正我们今天时间很多，就是各种玩。胎记酱 ，OK， 胎记酱，而且它是一个爱心，看到吗？它是一个爱心。还没啊，开学，还没啊，开学啊。对，不是啊，你这一说，我也傻眼。他没完成什么，他没有出去玩，他出去玩，我没有出去玩，我在花莲。他说，他那时候很好笑，我跟他讲说我在花莲呢、啊，他说哈什么你在花莲，你没有跟我说，我说干嘛跟你讲，他说你没有带我去。我想说怎么就爱上花莲了呢？他很好笑。遮住了吗？没有，有一个白白的印子。而且你知道这个痣啊，长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，就是刷鼻影的时候会刷到的位置。就是我如果现在遮了，我刷到时候刷鼻影的时候，它就会被我刷掉。所以，
今年不能回家。对啊，想跟我下次直播再问他。这么神秘，他自己出去玩，泰什么泰国奖？喂，不好笑，就是这样。抓美的一起过年没有？哎，对，应该带他回来体验一下那个过年的气氛。但我们家很没有过年的气氛，我们家过年是随便过，就是一起吃饭就是过年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哎，走掉了，直播真棒，就是看现实世界的镜子里面其实是还没遮掉的，但是直播就遮掉了。因为你的爷爷在看电视啦，很热闹。但我们家也还好啊，就是要我表弟回来才会很热闹，因为他太吵了，所以就很热闹。遮掉嘞，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啊，我觉得有没有痣都没有什么差别。你要听也是，不要给你听。你以为那个是随便都可以给你听的吗？那个是久久一次哎。美玲过年期间在做什么？不知道，你们可以去问他。都在干嘛呀？吃饭、聊天、打牌，没有，我们在玩拼图。白嫩干净。但是其实是因为现在直播有磨皮的关系，所以看起来还不错。可是没有遮得很好，其实。还行啦，这感觉怪怪的。真的啊，我们过年玩拼图，我跟我婆婆一起玩拼图，我们把那个600多片拼完了。然后爷爷在打麻，不是在玩围棋，他都跟电脑对战。对，玩围棋，然后我妈咪在玩手机。不要刻意折，我也不会去刻意折它，只是今天突然一时兴起就折一下这样。围棋高手，他没有，而且他很好笑。他们玩围棋，我其实不太懂，他说要算什么眼什么之类的东西。反正他玩完一局之后，他就会开始数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就数数数数，看谁比较多之类的那种。所以就是当他在数的时候，哦，那局下完了，这样。600多片，对啊，600多片，几段不知道。没人陪，不是没人陪他玩哦。我们会玩围棋，但是对爷爷来说，我们太逊了。对我们来说，对爷爷来说，我们太逊，所以没有什么好玩的。这样，他跟电脑对战还比较好玩。我有呼啦圈，什么意思？有啊，我有呼啦圈，带在台北，忘记带回来了。我有，我把花莲那个很轻的那个呼啦圈也带回去。我这几天有摇呼啦圈，我那时候去公园玩的时候，不是很多公园都会放呼啦圈嘛，然后我就去玩。公园的好重哎，而且好大一个，然后摇的时候腰就很痛，因为太重了。我还是只会摇轻的，但是重的蛮好摇的。嗯，什么民宿？不是啊，这是我家，花莲的家。摇不动吗？摇得动啊。什么？我会摇呼啦圈啊，你们是不是不知道？我会摇呼啦圈啊。我因为我平常摇的是
很轻很轻的很烂的胡辣肠，就是之前在大创买一个49块的胡辣肠，然后自己煮起来，然后里面也没有放沙子什么，就是一个超级无敌轻、超级难咬。可是我很会咬那个，所以我咬一般的胡辣肠，我觉得很简单。要准到是 ，BB 对 BB 在旁边睡觉，张 BB， 他不理我，他不理我，小小。不是跟那个没有关系哦。谢谢奕晨的比心。对啊，他今天应该累了吧？不知道。过年玩太累，没有他都这样子。然后他在我直播结束之后就会开始乱咬东西，之后又继续睡觉。这样做吐司，你说用面包机这样做吐司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说，那个呼啦圈我咬起来完全没有用。就是我摇那个呼啦圈一点都不需要用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在我的腰上，然后我只要小小的动它就会自己摇了，所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处，除非我自己刻意去用力，但是不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我就还是摇，我就还是带了花莲原本就是我说那个49块那个呼啦圈回去。对，它没有用，我有点后悔它，但我还是有在摇啦。为什么我觉得妈妈木他们唱现场比较好听呢？我现在洗澡我都听那个，我之前播给你们听那个，就是他们有一次放的福利是一个串烧，然后他们就是唱现场，我觉得那个比较好听。不知道为什么听他们 MV 版就没有那个 feel。增加甩的物品重量。可是增加甩的那个重量就变得更好摇啊，但是我如果不用重量的话，它就会卡在那个滑轮上面，所以就是不好用。还听歌不怕手进水？不会啊，为什么会进水？没差啦。我都这样欸，洗澡就是要听歌啊，但我不太会在洗澡的时候唱，现在不太会在洗澡，以前会欸，很好笑，因为在花莲洗澡唱歌就只有家里人听得到，应该吧，我是没有问过邻居他们听不听的。但是呢，现在租的那里就是那隔音很差，你知道吗？平常我都可以听到隔壁的爷爷在唱歌，所以我就觉得哦天哪，我在家里不能唱歌会被他们听到。对，所以就可以听歌，但我不会唱。唱给他听。不要，隔壁也唱什么，他上次唱了一首我知道的歌，唱什么啊？妈咪，上次隔壁爷爷唱什么歌啊？对啊，就是我跟你讲，我说我听过什么歌啊，忘记了，不是啊，忘记了。巧克力厨艺回台北，我说回台北会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不是那首。互骂感觉不错。我们要和平相处。还有什么歌？不是那首。
雪中红好像不是，不知道哎、欸，好像想不起来，忘记了，不知道，完全没有印象。反正我听过那首歌，意外的我听过，帅到不是啦。过年没追剧吗？没有，我追的追完了。我在看那个《哲人皇后》，你们知道吗？新的一个韩剧，穿越剧。男主角在现实生活中是男生，但他穿越回去变成那个朝代的皇后的一个故事，很好笑、哦。可是有一点结束的，还想要继续看的那种感觉。因为我在看那个剧的时候，一开始他就还没出完，我通常不太会看那种还没出完的剧，但我后来忍不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说，我看的速度应该就是从那里开始看，就我到时候应该刚刚好，他会就是刚好播完吧。结果没有，我看超快，我差不多两天我就把他全部出的全部都看完了。我想说完蛋了，我后面要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等。很难过哎、欸，就是等剧要等他出来的那个时间很难过，就是你一整个礼拜就会一直想啊，赶快那天，赶快那天，他什么时候要更新什么的东西。解说影片，感觉很舒压。看预告，很好看，很好笑，上流展子。雨林皇后说：“哎，小明，我要跟你说，我妈她是看到那个什么广东木药粉呢、啊？那个小，他叫小钟吗？的那个广告，然后他就说他一直想到你，因为那个小钟在那个广告里面穿粉红色的裤子。”然后我妈就一直说她就一直想到小明，因为你也穿粉红色的裤子。什么嘴破舌破喉咙痛。对，那个很好笑。这礼拜才更新，其实等两个礼拜啊、哦，那个真的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以为是脸，不是脸，不是脸，是裤子那个下半身的部分，很好笑哎。Windfall， 好酷炫，对，这个只有小明撑得起来的粉红小裤裤。小明可以去拍广告，好好笑。对，只是突然想到跟你说一下，就没再穿过了。你为什么会可以再穿嘞？不要吧，临时停止更新啊！好不容易等到那天，结果他不更新，会生气。所以我现在追剧都不尽量不要追那个还没更新完的那种。你们会看网络漫画吗？我不太会看那种东西，就是我不太会看漫画，我还是喜欢看人家演的。但是很多人都会看那种网络漫画，像之前那个《女神降临》，它也是网络版的，不是吗？我也不看，我不看漫画。哎，然后我看那个《女神降临》，我有尝试的去看了一集，它完全没有吸引我的点。可是《女神降临》是不是你们看的那种？哦、oh, ，
小说改编，漫画派不动脚快，哦，也是啦。没感觉就不看。我发现我喜欢的是那种，我好像看剧，韩剧什么的，我比较喜欢看那种有一些超能力的，像之前什么皮诺丘，然后什么什么听见你的声音之类的东西吧，就是有一些超能力，我发现我喜欢看，还有那种冷冻人那种东西，然后我不太喜欢看那种一直铺陈。就是第一集就只是在讲，在铺剧情的那种。我喜欢第一集就直接告诉我他这个剧在演什么的那种东西。渐冻人、冷冻人、冷，你有没有看过吗？忘记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剧名叫什么？忘记了，忘记剧名了。反正就是。境界出发者，好，我去找找看，现在找好了。境界出发者那是什么？那是韩剧吗？男二派站出来，没有看刘三江，他不吸引我，就是不知道。推理剧，我不太会看推理剧。推理剧看柯南我会看啊，可是推理剧如果是韩剧什么之类的话，不一定。游戏王也算长，不是，我不看动漫，就是不太会看动漫。哦，高科技哦，看一下，速战速决型，对，等一下，我想找找看那个。他叫请人画我吧，那个冷冻人那个叫请人画我吧。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是怎样？9:24嘞，笑笑怎么还没来？通常都不会的，会啦。等一下，名字在哪里去？境界触发。还有第二季哦，看一下，好酷！感觉动漫都是那种很有正义感的那种东西，是不是？是这样吗？对，反正我看剧，我喜欢。那种第一集就有一些事情的那种，懂吗？比如说第一集讲的是女主角小时候家里发生了什么事那种，我就哦好酷，这样然后继续看下去。可是第一集给我在那边什么，男主角先出来，然后走个几步，然后做一些事情，然后女主角再出来，哦那个东西，我就。可以赶快开始嘛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有事情，对，新的剧场版哦，好啊，9:30，哦，啊，不是吧？他不是九哦九九点下班。柯南里的步美，你喜欢步美啊？真的、哦？去
查一下，我现在怎么查面啊？不要啦，无聊了。过半小时再回来是什么意思？不准，你待在这。黑人，你喜欢那个黑人吗？啊，就是让你气死的，不是？好伤心。哈，他两个礼拜才更新一集啊。十八岁会想做什么改变？这个问题我也有思考过，但是还没有答案。也不是说我要有什么改变就可以有什么改变，对吗？就是，毕竟十八岁也不是什么一个，就是会突然有一个重新的人生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我还没有思考结束这个问题。十八岁要有什么转变？小蓝都等不到新衣，哦，我想说小蓝新衣啊，哦，小蓝，对，小蓝都等不到新衣，他其实就在他旁边啦，只是很，只是他没办法认出来而已。要赶快决定什么意思？我要怎么决定我十八岁之后要什么转变？这礼拜天来看。哦，哇哦，钱包多两张照，钥匙多两副。为什么？你的十八岁是这样吗？要考大家的，但是我妈并不让我考。妈妈，我当然还是想考啊。不良风格，心一直在想，对呀，啊，就在，只是他没办法相认而已。真的很生气。对啊，怕危险。但我想要考着放着，反正我也没有车可以骑。灰原的解读者，他什么时候才要变回大人呢，啊？真是，就是很伤心，欸，他明明就在他旁边，可是他却没有办法跟他相认的那种感觉。哦，但是小兰也是蛮专情的，啊，都没有因为他不见所以改变心意，对吧？小兰是个好人。谢柠檬的枫叶，我跟好像跟小三美玲说要一起去考，她也想要考驾照。对啊，阿丽也不错。可能到时候阿丽就教我们两个的，什么鬼？高一就，哇哦，考场相撞，不是这样子的吧？米花镇一天到底多少钱？对啊，很可怕。就是其实柯南才是一个不对的东西，不对的东西。就是有他在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所以就是柯南的错，这样有没有找错人？顶多六年吧，可能。哦，好吧，
算考过也没车吧？没有车啊。全剧中，可是柯南，我觉得要演到全剧中，可能还要个几年。他怎么可能这么突然就全剧中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车你家很多，你要送我吗？猪狗血，对，可以 WeMo。偶像该呈现有什么？等一下哦，什么意思？该呈现什么？有什么像？该呈现什么？该呈现什么？这个很难说哎。犯人犯罪现实，吐槽柯南漫画，好啊。等一下哦，你大姐什么鬼？什么啊？都开天竺鼠车的，动漫老婆很正，好哦。等一下哦，偶像该呈现什么？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太一样，就是我觉得的偶像应该是，就是怎么讲，粉丝看到会很开心的那种，就会突然激起的斗志的那种的那种感觉，然后。比如说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会想要看偶像的，比如说表演的影片什么，就哇心情就会变好。但是就是我们不太能有这样子的时候，除非你们去看笑唱的影片，对吗？这个很难呢、欸。这个其实通常不是想了就能有答案的一件事情。你的作者我，什么作者？斗志？你是要当啥吗？不是，就是比如说，像我现在听妈妈木的歌，我会很开心的那种意思是一样，然后之类的吧，然后。偶像就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什么鬼，我就觉得这个不好说，蛮大众。那块板子，对，那块板子。 Hello 陈 Hello Martin， 没有被回收啦，没有啦，好啦，他快出来啦，不要一直想念他好不好，看我笑唱你都不可，不是这样子。其实我一直很想要有那种表演的影片，像是他们那种，就是说，就是有那种剪接，然后各种镜头，然后这样拍那种舞台表演的影片，我觉得那种很好看。为什么你们都很想念我？好了好了，快快回来，不要一直催我呗。国相不是吧？就生气了啊，也不是这样子啦。小贤来了吗？在哪里？没有看到。小贤，他没有跟我说话，他
他没有跟我说嗨，在哪里啊？找不到。哎呦，证据不才没有嘞。为什么生气？怎么被偷了？谁说的？谢孝贤的带你去流浪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跟我说话。什么我不爱他了？什么东西？嗨，等等他回话。你很冷，就只有你会这样子做好吗？你的名字怎么这么简短呢？这样吗？名传说没有这个东西，才没有。为什么啊？嗨 ，Hello， 晚安呐、啊。你也很短，你后来都很短，好不好？感觉你们个性差不多，巨蟹好像个性都差不多。就是这样子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你们觉得巨蟹是什么个性？今天聊什么话题？哦，我上一次跟你们推荐的玉米蛋饼，它变了，不要去吃它。它变了，去吃时光旅人就好了。不是同一个人做，所以。跟同学关系淡，我本来就跟同学没有到很熟啊。不是啊，对啊，本来就没有 跟他们到很熟，就是还是有熟的同学，但是平常就不会，就会如果要约人出去，通常会先想到 TP 的人，通常会先想到小三美丽之类的。可是你就知道我不是一个很常主动约人家出去的人，所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差别。什么我都排挤哦，原来是我排挤大家是吗？今天的直播重点是不要去吃玉米蛋饼。对，我很生气，它味道不一样。我很生气，它味道不一样，所以这个是重点。然后我今天是 shopping。然后嘞，我们刚刚还聊了什么？我们刚刚还聊了什么？花莲那家，对，什么中美几街什么交叉路口那个 ，no， 不一样了。什么？猜拳比较喜欢出，那是我偏见。在学校是边缘人，也不是啊。蛮多会跟我说话，蛮多有，但是没有到跟他们会完全去分享一些很多事情，因为毕竟团体的事情本来就他们不会懂嘛、啊，就算他们懂，我们也不可能跟他们讲很多，所以就是对，没有什么好讲，因为我比较是以团体这边为主，所以就是聊的可能就是哦功课写什么之类的东西。等一下在哪里？广东不要吧。雨林的流言蜚语，没有什么流言蜚语。喜欢的袜子是什么呢？会选可爱熊熊图案吗？等一下，袜子这件事情，我其实对袜子没有特别的收集癖好，就是能穿就好。但是我通常喜欢黑色、白色，
就是简单的素色为主，然后像是这种有线条的我也蛮喜欢的，不要给我来个什么桃红色，那个很难搭，所以桃红色被我收在那个柜子的最角落，这样不是那个素色，是素色就是单一个颜色，好吧。抖音的猫爪是你自己的吗？是拍深血的时候的道具啊，你没看很多人都拿着那个拍照。喜欢那个抖音吗？那是我突发奇想，突然觉得好像应该拍一下抖音，所以拍了。喜欢吗？人气开发的什么东西？有没有人要你？有啊，尤其是老师，他们很喜欢跟我，哎，那个帮我签名啊，这样以后拿出去卖。我说你们可能卖不了多少钱。送桃红色，哈，也不是啦，哈。不用送我袜子，不用送我袜子，没事的。什么意思？那你问我，你为什么突然要问我袜子？谢孝贤的爱的公式，卖不了多少钱，本来就是啊。名字栏签名就只有那个，可是我那种都会签得很丑，那种不用认真签，看得懂就好了。不用送我袜子，很好笑，我会笑死，也是蛮可爱的。送袜子，我现在很喜欢那种长度到小腿这种，再长一点，因为这样子穿短裤的时候腿看起来会很细。换你穿过的，为什么要我穿过的？奇怪。胖达袜可以啊，你们可以跟我穿情侣袜，然后下次打招呼就把鞋子脱掉，然后就哎嘿 ，hello， 我们要唱那个独特的打招呼方式，可是要这样子打招呼没有多少时间，平常就是表演的时候是吗？拿来驱蚊是什么东西？对，用脚 say hi， 足球袜是什么概念？看你很大方秀袜子，哦，不然我要秀什么脚趾头吗？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坐你们前面的笑啊，好可怕！突然脱鞋子这样，送我什么没关系啊，腿不够细耶，也不是，就是看起来会很好看，懂吗？看起来那个很棒的线条。蓝车没有，好可怕！谢谢燕子的吻手礼。谁秀这个？请问我们 AKB 里面谁有几个能秀这个 ？Team TP 里面有几个能秀这个？没有，不行好吗？不行啊、哦！露过脚趾没有？不要一直想妄想看我的脚趾头，我脚趾头很宝贵的。抬起来踢头，是怎样？想看脚趾头，不要给你们看。真的想不到，不要认真去想好吗？我只是，谢谢孝贤的爱的公式。哈，自己设计东西再送你们，什么意思？送你们我设计的东西吗？好小气，不给你们看脚趾头就是很小气吗？什么？好啊，给你洗，放下，不要啦，嗯，
礼物是袜子吗？什么意思？什么东西生日会礼物是袜子？你说这次会，这次我的生日会的周边要是袜子吗？我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定做这种东西。我设计的袜子，这个要问问看，我也不知道可以设计什么东西，所以不知道。听说是袜子，真的？谁啊？哦，真的？送袜子、哦？那可以啊，如果有人送过的话，那一定可以啊。我设计的袜子，怎么设计袜子啊？它做出来就会是我设计的样子啊、哦？那之后你们办活就是有活动，大家一起穿短裤，然后我会设计到这里的袜子，怎么样？然后我们就一起穿一样的袜子，好可爱！怎么那么可爱？穿短裤就是那种运动裤那种长度啊，可以把袜子露出来的那种裤子。彼此的不会是很长的袜子啦，是这样子的，到这里可以吗？会很诡异吗？裤子不好吧。过膝袜不会设计过膝袜，我平常也不会穿过膝袜出门，好吗？我不敢出门，为什么？男生不是会穿这样子到这里的裤子吗？膝上裤是这个名字吗？印象中的男生原来是那样吗？不是吗？很多男生会穿这样子的。C 排，我的正前方。哦，真的？好啊，这么厉害的位置。谢孝贤的爱的公式，超级中间，到时候一个帅男和一个年轻丑男，哎，你这样讲会引起争议。请问一个帅男是谁？一个年轻丑男是谁？什么意思 ？Hello， 田中豆粒王。上完了，好哦，谢谢孝贤。Hello， 小兰。哎，我们57分念吧。哒哒哒哒哒，那帅那美的，那帅。你是年轻帅的啊？大姐不帅。什么意思？你想害我得罪谁？你说。
谢点的圆梦选票。大傻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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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妹妹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大傻。你是潇洒男孩哦，没有胖男可以看一看，干嘛这样？谢天佑的比心，噔噔噔噔噔，为什么要自称丑男？别讲，哈，不用这么腼腆，没有啊，我只是开心，不适合戴帽子，什么帽子？什么帽子？哪一种帽子？好有大件啊！傻眼，傻眼，都不适合吗？帽子哦，帽子在哪里？I wanna be me. Somebody. 帽子，现在只有这个帽。这个帽。好，现在戴一点都不适合。问魔送 kiss 可以来一下吗？你说那个罐头吗？来，我准备好了。嘿，小明，是这样吗？嘿，孝贤，嘿，西兰，还有谁？嘿，天佑，什么辣大剑？嘿 ，Sparky， 嘿，天佑，你什么？浓眉，你什么？笑死！嘿，点大剑，走开呀、啊！走开呀、啊！Hello， 嘿，流星。嗨，大姐，什么呀 ，Sparky？ 嗨，樱桃猫。嗨，大姐。嗨，小兰。浓眉，那个是要点罐头啊。好可爱，自己打。嗨，韭菜。十八去脏脏，你才脏脏，你脏脏，什么意思？嗨，浓眉，嗨，天佑，好啦，好了啦，原来我有看着，废话，我那么聪明，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故意，所以就是有看一下这样子。自己念完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、啊。大姐走开。
开。57分了，我们要念榜了，各位，我们要念榜喽，喽。哼，你直接给我打什么语录文魔什么东西？念榜念榜，嗨加速，念榜念榜。OK， 第16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15名是九蛋，谢谢九蛋。14名是一层，谢谢一层。13名是柠檬，谢谢柠檬。哇，12名怎么念 ？K W N， 圆圆圆 ，G H K， 谢谢啊，你是 H K。还是谁呀、啊？独孤谁哟？第11名是天佑，谢谢天佑。为什么没有声音？快呀、啊！为什么没有声音？奇怪。继续。第10名是泪，谢谢泪。第9名是空白，谢谢空白。第8名是笑笑，谢谢笑笑。第7名是燕子，谢谢燕子。第6名是夜空 sky， 谢谢夜空，夜空 sky， 谢谢夜空，谢谢夜空，谢谢夜空。3名是小蓝，谢谢小蓝。第2名是3名是小蓝，谢谢小蓝。第2名是 Sparky， 谢谢 Sparky。第1名是孝贤，谢谢孝贤。好嘿，为什么不理我？继续播啦！耶、yeah ！谢谢小明的爱的玫瑰。哦哦，是不是来不及？耶、yeah ，小明，撤掉 ，OK 。罢工，对，罢工，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。好久没听这首歌。撤掉就有放，什么意思？哦 ，Oh my god， 哼 ，Oh my god， 对，韩文歌，这个是 Easy。最近有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吗？好突然呢、哦！你要这么早准备我的生日礼物吗？哈哈哈哈。不知道，我下一次跟你说。不知道。要没叫吧？最近没有听韩歌，最近一直听韩文歌。我觉得他们的舞台表演很棒，很厉害。
准备朋友的生日礼物，呜、哦，准备好礼物了，真的，你要送我车是不是？AirPods 什么东西啊？什么意思？好哦，你也不可能送我 AirPods， 所以我知道的嘛。好了，今天先这样子，我们下次见。听到爷爷的声音，拜拜。